山神交代，非常厉害。多久之前的？哇，竟然还有梯子！对啊，竟然还可以坐梯子哦。然后第一人称竟然还没有爬梯画面。你身上有弓箭吗？我没有啊，我要连那个弓都没有啊。啊，你材料拿来做一个弓箭呢、啊，要不然怎么打、啊？你这边有料理锅啊？对，二楼这里。啊，还有料理锅，现在这么高级。这边，然后上面有食谱。哦，哎、欸，哦哇，竟然直接秀出来。没有，那食谱是我捡来的，好不好？你以为？那是我从海上捡来的，好不好？我多辛苦啊！我还自己还死了一次，被鸟打死，没有人救我。看，谁叫你要在我不在的时候玩？啊，你不在那么久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也是不情愿的。可是我有看到你在动啊！突然开始了。啊！就跟你讲，你超那个的、啊，不然你也等一下要怎么打他、啊？哎哎哎！窗户自己开了。我关了。为什么你会那个成这样？我不懂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啊。石头什么？这个石头这种东西为什么会不是很多？因为我都把它丢了、啊。这里有。没有那个螺栓是我刚刚放进去的。你看，现在不就要用了吗？啊，塑胶哎、欸，塑胶这边一堆啊。那个啊，其中一个，这四个找一找。这边还有石头啦，这个是应该可以帮它漆个颜色吧？白色的就是塑胶，黑色的就是石头。谁那么多美国时间啊？好，走走走，先把大鸟给打下来再说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在哪里？要上岛啊、嗯！要下水了吗？你怎么不盖个桥啊？上次是从哪里上去？我有点忘了，好像从这里的样子。这里吧，这个看起来很平、啊。有了，我上来了。鸟会是来攻击的吗？会。鸟在这里。小心，小心。小心他一直他会那个拿石头砸人哦。你看哪、啊、他这样要怎么打啦？打啊打啊！嘿，中了一发。那怎么射？右键先压着，然后左键射。中了吧？有吗？他为什么不动啊？啊！我被砸到了，好痛啊！我刚看到还在地上啊，他就那个咩，消失了。对。应该暂时安全，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探索了。没有啦，要打死他啦！那我们先躲在山洞里面啊。躲在这里、啊。在山洞里面，它就只有一个入口了，但我们不是要打吗？欸，这香菇可以捡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过去。洞穴蘑菇，叫洞穴蘑菇。哎呦，就是、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木板箱、欸，哎，要怎么上去呢？从这里爬，爬不上去。你踩我。哦、oh, ，nice。食谱、欸，哎，鸡腿配果酱。难道是要杀了那只大鸟？这里没路了，好残忍哦！这
士好残忍。没办法，这就是野外求生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啊，懂吗？但是他现在在洞口外，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洞穴蘑菇会不会吃？吃了会不会有幻觉？可恶哎！哎呦，这样跟他耗好烦哦。要晚上，要晚上。啊！被打到了。痛哦！哎，他就在我这。哎呦，好痛！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怎么打死他？就说不简单吧。看到他了，干他丢石头，闪了！好，可是我看不到他在哪里捡石头。来！哦、oh, ，shit， 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哎、欸，他丢我，他丢我。你先回去啊！你先回去船上。看，鲨鱼在等我哎、欸！哎呀，我又卡死了。我剩三支箭，你我等一下帮你做石头弓箭上去掉。耶、yeah, ！我打死了！看，我都还没加入哎、欸！哈哈，捡到鳕鱼，傻小，为什么会捡到鳕鱼？鳕鱼头哎、欸！他是写错了吧？呀、yeah! ！我赢了，俺赢了。干，还好我有来帮你。你干，你什么都没做吧？干，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而且鲨鱼在咬船啦！哎，在哪里啊？干，我 在后面啦。干。你冲上桥，在哪里啊？你走了啦，被咬一块了啦，拜托！哦，真是的，不要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而且我还拿到成就了，拿到什么成就？为什么没有？你没有啊？没有、啊。太好啦，超高兴。哎、欸，这个箱子坏掉了。对啊，我就说那箱子坏掉了。我要重，我可能我必须要重开一下。好、啊。
那只烤鸡腿，啊，那它有掉鸡腿吗？有啊。干，真的要把它打死。残忍。有什么好残忍的？这就是这个世界，是这个世界的不对。我怎么把啊放置鳕鱼头啦 ？Yes， 哈哈。而且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油油的东西在哪里？油油，呀，放这里。好吧，就先这样啊。叫什么好嘞？就叫油炸鳕鱼头。Air Force One。好了，这就是战利品 ，Yeah！ 而且没有靠之内的力量就干掉了。干什么？妈的，我有给你力量啊！你哪里？我给了你勇气耶 ！Fuck！ 干，不然你一个人……妈的，还好意思说？哎，我要饿死了！干，我要饿死了！啊，你死掉，我会把你拉起来的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干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好，装一下水，可以去岛上探险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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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et's go。这边有不能放海水。咬了一下，这里上得去吗？哎呦，为什么也被咬了？不是这里吧？这里的。我只是想要看看这边上不上得去。你们就是最大的资源，生命就是最好的资产。这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石头哦，原来只是个石头。我在这个浅滩这边，这边有沙子，感觉好的东西还是在水下比较多。这座岛还蛮大的，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岛啊。我看到那个了啊，你刚刚我们说游泳的那个。而且在岛的这一端，好像鲨鱼不会来烦的呀，是吗？至少他现在还没来烦我。哎、欸，奇怪的 ，Oh no！ 什么东西啊 ？Oh no！ 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看不到你在哪里。哇！啊！我看有毒，我得到一个成就，有毒的河豚呐、啊！我射了他两箭，再戳他两下，他都还没死。那你被毒死？没有啊，他爆掉了、啊，应该可以拿到河豚肉，是不是？如果有打死他的话，我有看到拿到一个成就，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还在浅滩那边啊。又有了，又有了！你为什么一直招惹河豚呢？我想要。哇哇！我又中毒了！啊！招惹河豚，他一直说你。啊啊！我要死了！哦，还好，半条血。你这样子太远，我拉不起来哦。应该还好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还是来得及到这里来吧？
我要先知道你在哪。只是没有金属矿锭，那个还是要去小岛才会有。小岛秀夫。啊，我还在啊，担心什么？你根本就没帮上忙。干，你只是一个保险而已。干，就是我是给了你勇气的。就只是那样而已啊！啊，我看到你了啦。竹林真的不能踩啊！为什么有一些本来有翻好的中文，又变回没有翻？什么东西啊？黄色花花朵吧？我刚刚觉得花朵很奇怪。其实树砍一砍还蛮多木板。啊，可是木板平常也就很多啊。是啦。啊，下雨啦。下雨啦。哦，下好大。我们是不是要回船上了？啊，我要先回船上了，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吧。船在哪里啊？鲨鱼在哪兒？鲨鱼不要咬我！我在哪？好，起锚 ，Let's go！ 我还没上船啦！啊，好大哦，好雾哦！我觉得这一次。改版之后，这个雾的那个显示有点问题。哎，这是埋吧？我还以为在闪电呢，它一直变白。再见，大岛。哎，你这飞机真的很容易不错。哇，好多蛋！这汤你煮了以后没有把它弄起来啊？你没有碗。所以那香菇可以弄。食材的一种。食材的一种，可是我还没有香菇的食谱。食谱从那个破烂船上面拿到。会看到破烂船讲一声，可是问题是会拿到重复的。哇，好久没有成为土豆之王。什么之王？土豆之王。你可以继续成为你的土豆之王，但是我想要喝我的鱼汤。耶、yeah! ！蹲鱼完成。哎、欸，过了一个小岛了，说。啊？哎、欸，反正小岛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破烂船，快快快！这里这里。
小岛很重要啊，小岛有那个金属性哎、欸。小岛有秀夫吗？看你是多爱小岛秀夫。要不然等下再过去嘛，那个人还没有很远啊。我正在前进啦，正在前进破烂船啦。啊！啊你干嘛啦？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干掉他！哎、欸，可以干掉他！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追杀他？哎呀，拿到生鲨鱼了！有了有了！啊，我吃掉了，干！太好了，又多一只战利品。啊，破烂船呢、欸？破烂船已经要过喽！要到要到要到了！捡到了，拿到了吗？啊、要掉下去，没鲨鱼啦，放心。我直接捡到了一个葡萄藤粘性物质。那不重要啦，你也捡到食谱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好吧，那这一招没有。这座岛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到了、啊，到了、啊，你可以抛了。Nice。叫我航海王。干，航海王是东立改的名字。好啦，海贼王。这座岛不好上去啊。没有，重点不是要上去，重点是要下去。哦。帮、欸、我看鲨鱼哦。干，没有鲨鱼啊，太紧张。但是我觉得他快要重生啦、啊。我来一只，我杀一只。那请追着他杀哦。不然他会来咬我。这有什么问题、啊？哎呀，是重生了吗？没有，我掉下去了。干，不要乱叫好不好？哦，我就口渴了、啊。哎呀，水怎么干了？没有。没有氧气筒好，好难办事哦。氧气筒你都用完了。没有，上次我死掉的时候不见了、啊。干，真浪费。那、啊、有什么办法？而且我上一次死得很惨呢、欸，我上一次是直接整条血被秒杀哎、欸，后来证实那是 bug。我一次就被秒杀，满血被秒杀。这时候你就应该要过来找我。哎、欸，鸟，鸟在干嘛？是小鸟吧？我看，有了金属矿钉，金属矿啊！我是说，哦，有沉默的房子，哇！我要死掉了，我要憋气憋死。沉默的房子是啥？沉默之丘。但今晚的话题离不开小岛秀夫。你看，我都把重复的贴在这里。还有这里，一堆重复的。当海报。你要贴在我们的船帆上。船帆怎么贴啊？不能贴吗？不能啦。真是不近人情。刚抛下鱼竿，鲨鱼就跑过来了，我就钓鲨鱼。你钓得起来，我投给你。你可以把我的头变成战利品。啊！怎样啊？我的钓竿断掉了。这眼睛好像假的，但是画至少画的比鲨鱼用心吧。这是标本眼呢、欸，而且它也是写鳕鱼，鳕鱼头啊。我觉得鲨鱼也还蛮用心的。哦，日出啦，可以起锚啦。
那你要等日出，不就睡个觉就？自然的日出比较美啊。